哇，咁大啊，咩嚟噶？诶，等一等，可能有啲人咧唔系好明，咁呢一只咧其实系一只 Minecraft 嘅 Pixel 网啦，就系一只 Pokemon 嘅 game 嚟嘅。咁我呢一只咧就系同 friend 玩嘅。咁由于咧上片即系呢个嘅之前嘅片段咧就播唔到啦，所以我就要后制一个整条片出嚟咧，再讲解翻究竟系发生咩一回事嘅，系啦。咁首先开始之前咧就想讲下啦。咁其实咧我哋咧就制定咗有几个规则嘅。咁第一个咧就系限制捉虫嘅数量，第二个就系限制精灵嘅等级。第三个咧就系咧，如果见到神兽咧可以捉嘅，但系结尾战斗咧就唔可以使用嘅，系啦，因为我哋每集都会有战斗啦。咁第四个规则就系每集结尾战斗嘅，捕捉嘅精灵有属性限制，会喺第一集开始嘅时候进行抽签，一阵间都会俾大家睇下抽签嗰一 part 嘅。咁精灵如果有双属性嘅话咧，只要有满足其一个属性咧就可以捕捉啦。咁抽签嗰一下咧会由对方帮自己抽，咁过程亦都会录影作记录嘅。咁以上咧就系我同另一个 friend 咧沟通过嘅一啲规则嚟嘅。咁因为咧嗰个片段咧就有少少问题，所以就录唔到、剪唔到嘅。咁所以咧我就要用后制嘅方法咧去讲出嚟啦。好啦，咁依家咧我就要抽帮朋友抽嗰个嘅属性啦，系啦。咁我先抽我先抽佢嗰、那个，然之后佢再抽我嗰、那个，我嚟啦。咁我第一个抽三条签啦。咁因为我而家系用紧呢一个嘅远端，所以都可能有少少就有少少窒嘅。OK， 咁然之后就火水草三属性啦。OK， 啊唔系呢度抽一个先啱啊。火水草三个属性，咁之后咧就可以开抽。咁呢一个咧就系佢嘅属性嚟嘅。咁啊第一个咁啊草系啦。OK， 咁我都会记低佢嘅。好。咁第一个系草系 ，OK。咁之后就到呢度十几个啦，十四个。咁喺十四个当中咧，就抽出五个嘅签嘅 ，OK。咁样的话咧，咁应该就啱噶啦。好，咁啊开抽啦。诶，好得啦。咁啊，一般飞行地面降格斗，好咁呢个就系我 friend 嘅属性啦。好。咁然之后咧，我就帮佢整埋啦，我就帮佢整埋佢要整嗰、那个，冇错。跟住之后就一，好，跟住就到佢搞啦。啊，跟住等佢揿开抽，诶，我系火系嘅，系啦，咁我系火系啦 ，OK。好，咁我揿我火系啦，跟住就到呢度，一般再抽五个，系啦 ，OK。OK， 再抽五个，好出到嚟啦！岩石钢幽灵一般地面，哇，都有啲吃惊啊，真系啊 ！OK， 咁啊，以上咧就系我同佢嘅属性，咁呢一个我都会俾翻佢睇嘅。OK， 村庄喎，前面系医院喎。我哋嚟到先，呢位团友去左手面嗰个玻璃睇下，不如好有兴趣想睇下。呢度冇水，话时话。咁何来有水虫啊？前面嗰个咪 水地方啊？啊，我哋而家嚟到呢度，呢个系咩地方咧？究竟系咪佢 Pokemon 啲生态嚟噶？喂、欸，黑象木门乜鬼嘢嚟噶？哇！咁有型嘅呢个咩地方嚟噶？道馆嚟噶嘛？道馆，可能系喎，喂，可能系道馆喎，十二呢？哇，喂，系道馆嚟喎，喂，我唔打住啊呢度，哇，黐孖筋，走走走走走，好，咁我哋而家嚟到新嘅地图啦，咁呢个地图入面咧已经嚟到呢个商店，好有特色嘅商店啦，另外咧就喺呢度买精灵球嘅，系啦，但系就依家暂时未有钱啦，咁啊200蚊一个细嘅精灵球，最细嗰个最普通精灵球啦。咁钱我谂应该都系打 NPC 跌嘅 ，OK。然之后我哋讲翻一啲规则先，系啦，再重温翻啲规则先。咁首先就系今日系第一集啦，咁第一集咧就系限制 level 同埋限制数量嘅。咁第一集嘅 level 限制就系16咧，即系呢一个嘅某啲御三家嘅第二阶段啦。另外就系数量就两只嘅，即系计埋你自己可能。你嗰只御三家要嘅，咁就御三家同埋另一只虫，系啦，咁啊仲要睇翻你嗰、那个抽翻嚟嗰个属性系啲咩嚟，跟翻去捉啲咩属性嘅，系啊，大致上就咁，有冇问题？冇问题，冇问题，我哋可以出发啦。
我哋可以各自精彩，然之后系啊，各自修行咯。跟住之后我哋临尾就有个大对决嘅 ，OK。好啦，咁我哋开始啦 ，OK。啊，好，我都要睇翻我要捉啲咩。哇，一嚟已经见到你喺度啦，喺我隔篱啦已经。其实我好担心可唔可以升到呢，周街都十几呢，我好担心可唔可以升到呢，真系黐线劲高呢，我呢班友。咁求其嗰啲都求其嗰啲已经劲到黐线啦，大佬。要搵条要搵条虫打都唔系咁简单喎，真系。嗯，好，我呢度已经开始咗第一场战斗啦。嗯，好，我谂应该系攞翻一啲战利品，然之后拎去卖啊。即系打完嗰啲野生怪，啲虫会跌啲道具出嚟。系啊，跌道具跟住拎去卖。哇，打完第一只，跟住已经唔知边度有虫打啦，全部都高我七呢以上。哇！呢度唔系好掂，一穷光蛋，穷光蛋。哇！打赢每一次血，打赢每一次血，打一仗每一次血，每一次血啊！系顶，俾人打死咗啦，已经点搞啊？哇！佢 mega 佢咁怪喎，闪光喎。闪光 mega 佢咁怪喎，系咪黐线噶？龙虾喎呢度，我识啊，我呢啲穷光蛋，我连都唔知道自己可唔可以有机会有第二隻虫今日。哇唔得，我要教要教咩？打兵，等我一阵，要教和平，你教和平，我唔紧要啊，你继续啊。只野生怪打，哇细细粒都四廿呢，有乜可能打得赢啊，大佬？真系黐线！哇，一阵小拉刀速度快过我，咪咯，几阴功！喂，有呢啊，终于有啦，有对手啦！我波克比，哇，点解一打就即刻断嘅我？哇，打伊兰廿几呢，咁都唔知道升唔升到十呢啊，你都？我谂应该是第一集最困难就是呢度，都唔知点升呢。哇，好多水系嗰度。我有个拔扣。我以为有精灵扣啊，顶，原来系飞灵蛋嚟嘅。有啊，精灵扣啊。咁好。唉，就你啦，唉，都冇得拣。我睇下试下将身上嗰三嚿嘢拎去买，睇下佢会俾咩价钱我先。几十咯，应该都几十嘅，我咁真系唔使知捉到虫，仲要得一个，哇，买唔到啊嘛，冇得卖喎，系咪一定要打训练监啫？唔好打，佢应该一定要打训练监咁。打训练监跌嗰啲咩啊？唔知咩道具。终于有虫肯同我挑机嘅。仲要系低呢一个嘅，啊，太好啦！哇，咩啊？呢个猎象两下点啫？一只咩嘅猎象？等啊！居然有十几呢嘅同我跳机。掉唔到啊，低 B！ 好，究竟有啲咩可以拎去卖？真系耐人寻味。哇！一下秒翻啲，有几拉喎？半神兽级数。哇！有一句咁怪。快啲捉啊！呢度有咩解巨金怪啊，劲大粒啊佢！哇，又俾人打死我！哇，玩三嘅，真系黐线
神神兽嚟噶，有冇得描述俾我听？马嚟噶，咩样啊？蓝色，系咪蓝色啊？四只脚红色嘅，中间灰灰地，个头黑色嘅。哇，唔识喎，唔识个咩嚟噶？马嚟嘅，马嚟噶，马嚟嘅，红色嘅。唔知道咩马红色？我见到你，你有呢个果咁好嘅点解 ？Thank you。咁全部垃圾执咗啲我。哇！草干，草干我可以捉好似。大咗尿，正大咗尿，好大只。大嘴鸟，大嘴鸟，哦，大嘴鸟，三个啊，捉唔到啊，两个都食屎啊！大针冬，唉，好日子，好日子啊！冇啦，我就系16level啦，但我仲未捉到第二只虫喎。点算好啊？翻下集咯，打翻下集。边度有精灵球？我想知。你啲精灵球系执翻嚟定系咩？买啦。你买到咁多咩？但系卖咗啲嘢就买咯。哇！你买啲嘢好贵咁样，你买咗啲咩值钱嘢啊？一个重生药。重生药？系啊。你边度拎重生药？贵嘢嚟噶，买750喎。2000几，咁即刻10粒咯。唉，我呢度有只波士，波士打唔到我识。哇，我想要呢只喎，好过瘾。咁精灵球，借个精灵球俾我，我一球入云，信唔信？喂，顶天秤我都拉开啦。打緊啊你！打緊喎，要走。請給我一個精靈球。你超級吸收係連續地嚟㗎？咩啊？超級吸收？啊？連續技？唔係啊。Thank you。幾多個啊？兩個。咁多搭孖上四个咯，要还四个，一球入云啦、啊！喂，啊，顶啊，冇得即刻捉嘅，啲有佢入咗去，哦，入唔到啊，食蕉啦，咁就三呢，我惊打死佢。Oh yeah！有咯，第二只虫厉害，犀利，冇对手啊，点算啊？完全唔够打啲对手，不如呢个靓妹嚟啦，系咪几叻噶？唉，八叻都好，哇，居然放狼，正喎、啊！佢嘢狼都好，哇顶啊！三咧打八咧，拗到听朝。我都有精灵球，你都借咗几只精灵球俾我玩下。顶啊！
咁鬼痛嘅打人，一打靶仔。仲系捉到第二只虫喎，可以十六咯。掉精灵球啊！直接右键掉落去度。打瞓觉嘅，啱冇机会咁样捉到咯。我都系咁样捉嗰只虫，第二只。你有十七咯，要你。咁得啦，要捉虫啦。冇精灵球嘅话，就宣布开始。宣布开始我哋今日嘅最终决战啊 ！Very good， 十七咯已经，十七唔得喎，突破咗咯已经，咁你唔可以再打啦。我都唔想打瞓觉，唔可以再打啦，你快啲捉虫啦，结束噶啦，捉到喎，哇真系，希望在明天。好，我哋五分钟后开播啦，五分钟后开播。嗯，五分钟啊，即系依家十九廿五啦，系啊廿五啊。我都系会输嘅呢场，得你，我呢度啊，中心入面，中心入面，中心入面，外播啦，有咩对战规则冇啦，等级上限冇特别 ，OK， 跟住就， okay. 哎，等我阵，揿错咗，得，外播啦可以，嚟啦，嗯，即系你系森林式型啊。Okay. 你会输啊！我都会输啊！呢度，哇！你三十四好大只喎，体型好大喎。嗯，你揿咗啦？未啊！竟然谂咁耐，心理战。啊！竟然系心理战。劲敌嘅战斗呢个系好，我拗痕，当然啦，你用草技啊嘛，恶技我用，恶技恶技都系拗痕，知知，竟然我谂住我输嘅呢场，点会啊？你输只乜仔？哇，胜利添喎，点解可以？哇，雀仔啊，雀仔，我俾你睇下我另一只虫啊！睇唔睇到噶？哦，嗰只城堡咯。系啊，嗰只城堡啊。翻几个钟翻嚟。啊，城堡过瘾嘅。我冇忌打你雀仔喎，好似。冇忌打你雀仔喎，搞错啊！咩啊？迟啲我会赢嘅呢个，我只城堡会越嚟越劲嘅。哦、oh, ，会升呢啊！呢个战斗好过瘾，哇！踢咗出界，逃走，唔掂我逃走，电光石火，见到，一血，好啦，完结啦，胜利者系我嘅，耶、yeah ！好可惜，我原本以为自己输嘅呢度，啊。不过我估唔到啊，因为我只城堡系完全系冇用嘅只城堡，依家系得我只马骝劲啲嘅啫。其实一开头你抽到草，跟住我抽到火，其实一开始以为我觉得好大机会，但系我喺度谂紧用紧啲用咩，用小火龙好定咩？但系小火龙好渣，迟啲你一定会克制住我嘅，好大机会，好容易地。所以我唔揀小火龙，小火龙太废。诶、欸，哇，执到个几正嘢，可以即刻还钱俾你。
招式机、投掷地球，买咗你四个啊？俾翻四个你先，四个。Thank you， 我都买咗精灵球先，真系黐线。买五个应该够啦。OK， 搞掂，好。仲有啲咩结尾？有冇啲咩想讲？下次真会打败你。继续努力。好嘅，继续努力。好，我哋下次再见，拜拜。OK， 拜拜。